欢迎来到品世界，我是肖冰，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。今天我们出来吃东西，找到了一家小店，刚开始还不知道这个拉拉米是什么意思，没想到无意中我们还找到了一个名店。就上网了。进到他的网址去，在网上过了，还有来点小高科技，还要动动小脑筋才能够摸得到。是会来的，不用怕。哇，这里是很好吃，好吃啊！好吃啊！就是了解了，他们都说很好吃，就是这里每天都塞车，就没有跑过来吃。我们是歪打正着，我们本来是来想吃那个砂锅饭。砂锅饭的，结果人家晚上才开。你们还喜欢吃什么？我可以介绍给你。你喜欢吃什么？我们什么都想吃啊！什么都想吃，对现呀、啊，在每天吃榴莲。就把好的餐馆介绍给我们吧。每天吃榴莲是吧？拉拉米。原来哈利就是拉拉米。哈利。哇，好鲜哦！鲜吗？很鲜啊，好吃。哦，真的好，真的好，真的很非常鲜的。哦，鲜。那汤很浓。很浓是。哎呀，你们也很会吃啊，那你都可以找。出来就是找吃的嘛。你那天晚上看的也挺好。好吃，好吃，确实好吃。可以再来。我们的邻桌刚从加拿大回来探亲，他的妹妹专程带他来这家店吃。原来这个拉拉米店在吉隆坡还挺有名的。有点像，有点像南方吃虾的感觉。你要大头虾哈，大头河虾。非常非常好。